大家好，我是彩绘石头的一位老先生，所以大家都称我石头伯。这个图形在我石头彩绘里面的时候，它的题目是叫做欢愉，是透过轻盈的效应、柔美的效应，然后表达一种就是能够自我放松，不需要太过紧绷的一种色彩。环境上是有很多障碍，但是自己的内心里面保持一个开放的状态的话，不用太在意这些所有的那种我们讲说造成压力的这种结果，你的日子还有你要做的事情其实会更能够迎刃而解。谢谢。